好了，要激活之前，先来看一下钛合金的原色。这我多问这个头家哦，伊这原来这钛合金伊还未烧之前，伊的色就是安尼。哎、欸，头啊，伊原底无边，这毋着另外个抛光诶。哦，安尼做迄阵伊粘起来一扎一扎，伊这个过个抛金。伊这都是拢还未烧色诶。啊，但是伊这烧色起来，伊这看是平光，伊摸起来。伊进前你也先抛光，哦，所以伊也去抛光落去，哇，安尼足搞工的呢。对啊，因为我看你我迄阵怎我咧打时，伊拢是金，先抛光之后才去烤色嘛，真巧嘞吼。我看这头家真是一个奇才。会不会做一种？但是我感觉这看袂到无遐水，看来讲啊，好听啊。我看你，我看来同学，这一支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我那边装的那一支。然后蓝色的部分哦，我们把它取下来看一下。好，瞬间拿下来，真摇摆呢。所以对啦，伊这有规个胖过啦，规个胖过了，伊才搁在烘色啦，够笑的呢。嗯，但这支是，哦，车顶迄支和迄支无同，哎，啊，这支就关在车顶迄支嘛。对啊。所以角度这支是。风扇爱无像迄支第一期班啊，对，就去第一期班，非常之赞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啊。看这足快了，我讲水甲唔敢倒。